我们现在在佳佳学钢琴的地方，学小提琴的地方。今天是佳佳第一次学小提琴，然后 Justin 就在外面来逛一下，介绍一下这些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棒棒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是打鼓用的。打、棒棒能说英文？哎，小提琴怎么说英文？小提琴怎么说？这些小提琴，这些怎么说呀？这些是什么 ？Tiny bridge。什么？Tiny bridge, tiny bridge, 这个是应该都是音乐的东西，其实我也不太懂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边有小钢琴，好，把东西放着。乖，哇，这边有大的小提琴。Justin, 你站这边看一下，是不是和 Justin 一样高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这样放回去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还有那个。Oh my! 你今天还做？你看这边有个什么小象钢琴，是不是小 baby 的钢琴哈？这边还有小很多小彩色的那个小提琴，好多好多，是不是？哦 ，Justin 在弹小钢琴啦！哦，好可爱的小钢琴 ，Justin 要不要弹一下 ？Justin 在看彩色的小提琴。哦，你要 tiny piano 啊，就是小钢琴。好，你弹你学会的歌。I heard. Tiny chair. Tiny chair 就是小椅子。哎，东西你就看 sit down, Justin. Sit down 在 tiny chair 上面 ，tiny 小钢琴。好了，我们过来了。